来，帮忙分。哦，那跟你没什么关系喽。对，跟我没什么有任何关系。你也有关系吧？一个八八年的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也没有。一个八八年的时候出生的呀，你应该是你们北京人嘛，来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们青年这应该杜雪的是什么？是绯闻啊。青年，我们同事杜峰不是结婚登记了吗？对。然后有个朋友发来了一条短信，啊，微博，他说，哎，杜峰，祝王薇薇登记了啊，生日快乐。这。一岁半年。那个，因为王薇和这个，这都是佳倩的王薇，他们自己节目给折腾的，老是把我们这帮男生编排成为他们的男朋友啊、老公啊之类的，各种就是二货了。一天换一个，一天换一个。没干什么正经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豆芽说，今年的这个愿望呢，是存多多的钱，因为答应了弟弟要带他去云南去旅行，然后出去玩嘛，肯定是少不了拍照的，所以今年还要买个单反，这些都能实现。说好好工作，欠钱存钱。哦，那你这么一种，我怎么一说压力哥好大，没宝宝，周万九他，我觉得他的我很同情他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早上的实现。他说，哦，新的一年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这一条都是正常的。嗯，大家都祈求父母平安嘛。然后还有人说，姐姐尽快还清房贷。我说，这妹妹真好啊，还替姐姐操心。后来他还补了一句，不是，不然我姐姐就会剥削我的零花钱了，给他还房贷。我觉得对他一种乞讨。陈哥亮说，新年愿望是要把爸爸妈妈接到深圳来一起生活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 嗯，还有这个胖子果果，他说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有吃货的嘴，有明星的身材。哇，跟我的期待一样。你说的这个明星是郭德纲吗？<笑>他说另外还有两朵花，有钱花和随便花。其实我也给你想了两朵花，一个是希望你找到一个女朋友如花，<笑>还有就是你的钱快点花。2013最大愿望就是为小妞的，他说肚子里的小屁孩能够按时卸货，别太早也别太晚也别太胖，能顺产就顺产。当然还要健康，也希望呢。 身材能够快速恢复到孕前的那个样子，珠宝可得多难过呀！什么叫快点卸货呀？还没出生呢，就对他那么多要求。但是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妈妈很可爱嘛。是卸货这个词，我喜欢呢。接下来看看微博看热点，微博马上达到12000条。这是写我觉得。怎么这样？下班万岁，微博看热点。 哎，咱们不是经常去这些海鲜呐、啊，或者说鱼鲜呐、啊，这些店里头去吃呢？服务员会先把这个鱼啊。
扑通乱跳的这个鱼从这个水缸里头先捞出来，然后到你面前一放，拿袋子兜着说，就是这条鱼啊，我们刚刚称了重是几斤几两，然后待会儿就下去给你做去了。很多饭店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让你亲自来挑选。是，我有跟你一样的情况，就是我有一次嘛，是去吃，也是就在我们深圳知名的乐园路一家吃海鲜的地方，我是吃蟹，然后我就是他说你要不挑一下，然后我想，然后看到我一想，他的眼神就是左摇右摆，我就说我去，然后我就去挑选了两个，然后挑完之后就吃嘛，吃完之后我是很开心啊，把那几个蟹脚都吃了。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属于食道啊，就是嘴舌头比较敏锐的，吃一口他说这个是坏的，蟹不新鲜。对，问题是我已经吃下去两个了。所以其实就是想问问大家，你知道你挑的那条鱼真的它最后是端到你桌上来那条鱼吗？对，或者说你抓的那只蟹真的最后是被你吃到了吗？而且你又不知道，你不可能说挑上这个蟹之后你就一直全程跟踪这个蟹怎么炒的，怎么做的，对对对，不可能。你看，有位刘先生跟家里人一块到这个饭店去吃饭，为了让家人尝个鲜呢，就专门点了一道这个鱼啊。服务员呢提着活的这个鱼到包间说：“来选一下。”他们一共选了一条，就是一斤六两重的这个鱼，价钱呢有1000多块钱呢。哇，好贵哦！对，而且这刘先生呢，可能也是吃出经验来了，担心这个选的鱼被掉了包，当着服务员的面呢就掐掉了鱼尾的一小部分，然后告诉他：“这条鱼呢，我已经做了记号了，你跟厨师说不要调换啊，你别给我换。”过了，服务员把做好的这个鱼端上来之后，还是傻了眼，这没有做的记号啊，这根本不是原来一斤六两的那条鱼啊，看上去它就一斤左右，我都强调过我做了记号了，还是被掉包了，是太不尊重顾客了，是不是？是因为我没跟你说你掉了就算了，跟你说了你还掉，你把我当成傻子呀？后来我看到他这个事情之后，也是我自从那个。